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, 来先，赶紧跟长得很久的萝卜们打声招呼，好不好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提莫，又见面了。耶、yeah, ，提莫，我们也又见面了。对，我们见了好多次。哎，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刚刚风云榜的音乐盛典。对，对吧？在这个新闻中心，这个掰着指头数了数，哇，没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。对，时间过得蛮快。哇、用这个土味情话来说的话，你就是，哎，想人生很难，但是想冯提莫不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就见到你了，对不对？土味情话真的蛮有杀伤力的。哎，大家开心吗？开心。这个能不能说说看，今天等提莫出现，等超过三个小时的有吗？有超过五个小时的有吗？有。如果我没有消息没有错的话，我听说有人昨天就从外地赶到上海来了，有没有？有。真的有哇！这个蘑菇们真的好爱你哦。对，因为我们也是有很多那个蘑菇有很久没见了，他们也很想我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今天必须要拿出蘑菇们的蘑菇力，拿出你们的热情来应援支持今天的题目，好吗？那我觉得既然蘑菇们也等了这么久了，我们要不要用一首歌谢谢他们，把这首歌也送给他们？我觉得这个歌的标题太适合给每一个蘑菇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首歌呢，虽然它有个爱过，但是我是非常感谢你们一直爱着我的你们，所以先唱一首我的歌曲谢谢爱过送给大家。好的，那么就听提莫唱歌了，舞台交给你了，有请。Thank you.